就若干年前的曾经有一个法师曾经问过我，他曾经问过我说，哎，什么样子的船可以渡得了我？嗯，那其实那个时候的我不懂，也不知道。嗯，但是今天呢，我来到这个地方，我被这里的气氛啦，还有音乐啦，还有每个人的热情所感动。嗯，我今天才发现自己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。哇，我会眼角也会流汗。我知道可以渡得了我的是这一艘方舟。Amen。对，那以前的我就是可能。今天以后我可能不需要再那么坚强了，因为我的背后会有一座很大的 Amen Amen Come on。 然后我的前面呢会有你们这个我成为一家人的一份子、对、所以以后我可以我不要再那么坚强了，好吗？ Yeah 哈哈哈哈。 Wow That's great。 好，那 Judy 我来问你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迫不及待了。我也知道 Yeah。 Judy， 所以你是否愿意跟随耶稣当你的个人的主还有你的生命的主呢？ Yeah， 既然你愿意，我现在奉圣父圣子跟圣灵的名为你实习归入主耶稣，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。